今天是2022年7月6日，星期三。两年前的今天，周深的新歌《影》正式发布了。这首歌曲是周深为电视剧《锦绣南歌》演唱的情感主题曲，同时也是该剧的片头曲。歌曲《影》获得了网易云音乐2020年7月最热新歌冠军。同年，周深在2020年《王者荣耀》世界冠军杯总决赛的中场秀阶段，现场演唱了《微光海洋》和这首《影》。这首歌曲被周深演绎得非常细腻，旋律更是婉转优雅，而且是一首故事性很强的歌。说到歌曲，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下周深的七月新歌，电视剧《苍兰诀》的主题曲《余情》。这首歌曲是由日本作曲家藤原玉郎倾力打造的。有意思的是，藤原玉郎还在各大个人社交平台上分享了这消息，这包括微博、Instagram、Twitter， 还有他本人的个人网站首页显著位置。可能是因为语言的缘故吧，藤原玉郎在微博上的分享相对保守，而在其他平台上都是用到了他自己的母语日语，所以分享的内容更激动。藤原玉郎首先肯定了周深超人气偶像的身份，同时也肯定了周深对歌曲演绎的专业性，最后还称赞周深的人很好，一起录音也非常愉快，人气高，专业性强，人缘好，这简直就是对周深的一键三连啊。好了，小编的期待值已经拉满，期待《苍兰诀》的开播，余情的发布。另外还有不到20天，周深出道就满8周年了，时间过得真的很快。周深出道6周年的晚安明天见线上直播演唱会仿佛就在昨天呢。而周深在出道7周年的时候清唱了一首周深自己创作写给歌迷的歌，这是让无数人魂牵梦绕梦回千转的一首歌。今年的7月25日，不知道周深还会给大家带来怎样的惊喜呢？当然大家一向都说偶像和粉丝是双向的爱，如果大家能够拥着周深让自己变得更好，那么何尝不是对周深的一种安慰呢？还是要祝福周深出道8周年快乐，期待这一天的到来。你的期待是什么呢？欢迎留言评论，同时也欢迎订阅我们，每日都有精彩更新。